大家知道，在中国抗疫斗争最艰难的时候，洪森首相紧急访问北京，为我们雪中送炭。今天，中国政府向柬埔寨派出医疗专家团队，并用包机送来了大批抗疫物资。我认为这就是投桃报李，这就是患难与共、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体现。我今天非常欢迎各位医疗团队成员来跟我们医疗团队一起合作，来控制新冠病毒的蔓延。我们将全力配合你们的所有工作，这是两国友谊的象征。在困难时，中国就马上来帮助我们。我们有中国专家一起工作，我们也要向他们学习更多的经验。我代表柬埔寨政府非常感谢中国医疗团队，我们将一起开展工作。